Hello， 我是 Lucy， 我是 Reindeer 维维。那么圣诞节快到啦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画圣诞节的东西。今天来画圣诞花环 ，or you can call it in English reindeer wreath。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begin, guys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铅笔、橡皮擦，还有呢马克笔，还有彩笔、彩铅。Yeah, guys.我们先用马克笔把中间的这个小路先画出来啊，好，我们先在这个圆圈的中间啊，我用圆规给这里画两个圆圈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哦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圆圈中间先画小路，那么小路的头呢是一个椭圆，下面呢方一点点啊，我们可以先从这个位置开始，你看啊，哎。然后这下面呢是稍微大一点点的，你看这样有一点点方哦，但是呢角是弧，有弧度的，哎，差不多这样，我这个画的不是很画的很好，不过不要紧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呢画这上面的两只角，那么这个角怎么画呢？要对称哦，这边先画一只，你看啊，这样画过来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再画一只，那么这里这样啊，对，然后这里呢一点点弧度，哎，过来，然后这边 the same thing， 对，一样啊，哎，好，那么这个鹿角就画好了，我们接着画它的耳朵，那么耳朵有一点点往下垂，哎，然后这里。哎，收过来啊，然后这里收过来，对，然后这画耳朵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鹿耳朵画好了，现在画它的大鼻子，对，它大鼻子偏下啊，一个大的椭圆，很大，这么大。好，然后呢，画它的眼睛，这里哎，两只小眼睛。你可以留一点白色啊，这样，很小眼睛，很大鼻子。好，现在呢，画他的围巾，因为圣诞节，对不对？他戴了一条围巾，你看看这里，围着他脖子，这里一条围巾围着他脖子。Oh, that's so cute. 然后这边呢，有个那个。围巾垂下来的位置，好，然后呢，我画它这个身体啊，你看，哎，这样稍微画下来一点，一点不是很多，然后画它的手，那么这个手怎么画呢？这样，然后这个位置你看啊，横过来，哎，然后这儿戴了个手套啊，哎，这样。然后这边也是啊，这个、手伸长，然后这边这个手套的话，这里记住两个拇指是偏里面的啊，哎，好，好，你那个有点生气是不是 ？He's like, oh man, I wanna go on the sleigh too, but I'm too young. 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呢用铅笔啊，把外环这个花这个圣诞花环给画了。我们先画这个中间的这一个铃铛啊。Yeah, guys, let's begin. 你看这个铃铛的话呢，在正中间是这样的形状啊。Yeah. 椭圆，And if you make mistakes, it's okay, cause we're using pencil. 对，下面不要封口，你看这里，哎，一点弧度。过来，然后这个是里面的铃铛，你可以画的稍微大一点点啊。Oh, I thought we were drawing the bows. Oopsies. 那个铃铛啊。那个铃铛。大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画这个上面的这个蝴蝶结，这个蝴蝶结可以这样，哎。然后这儿，弧
蝴蝶结画下来，这边也是画下来，大小按你个人喜好。然后这里呢是那个蝴蝶结折过去的里面的位置，可以看到里面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准备画花环啦。那么花环怎么画呢？我们就这边，我们从里面开始画啊，一个弧度大家要对等，各个差不多啊。围绕这个圆圈，里面的圆圈，慢慢的画，要绕着这个圈圈哦。画的真棒。对了，好，那么接着我们画外面这个圈圈啊，这外面圈圈呢跟这个里面的差不多的大小。And it's okay if you make a mistake because we're using pencil. 从这儿再画回来。好，不要紧，就这样啊，挺好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画这个里面的彩带啊。彩带我们分成六片，这里一二三四五六啊。我们先画这边，那么这边你看啊，这样轻轻的弧过来，从看是我们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开始吧。这样啊，这个彩带的大小呢大概这么大啊。然后一是吧，然后这边再画一根啊，这边画的对称，差不多对称啊，这边可以这样糊出来啊，这样，然后这边一条，这边一条啊，这个彩带呢可以画一点点弧度，因为它是围绕这个圈圈，这样啊。然后这边呢一根，这边呢这样往下糊，然后这边下面一根，这样，然后这边有一根，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画里面的这个球球啊，大小按你自己个人喜欢，画大一点那就稍微可爱一点了。大，对呀，有大有小。大大，对，我们这个我画大一点吧，因为我们有大有小。那个 OK。我这边画一个大一点的，好，差不多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黑色的马克笔把它线稿给画上啊。我们先从这儿开始啊，先从这个铃铛开始。
不好啦。Fruit of the world, no reindeer. He has a very shiny nose. 你看这个中间这个像不像伟伟？ He does. And look, he's wearing a cute little hat. 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Thank you everybody for watching. Subscribe if you like this video. Comment down below what you should drop me. Bye guys, see you next time. Give a thumbs up. Bye bye, 下次再见。